我们一定要拿下赤壁，攻陷陈仓。不怕他来，我早就等这一天了。 曹操带来了多少兵马？雄师百万，正铺天盖地而来。他会用兵，可是他没有朋友。这一点，曹操不如你。我来了。郡主，你打过仗吗？天下兴亡，平民有责。匹马还有责呢。我只有一个梦想，也是大家共同的梦想。 庆功宴让我有一种感觉，明天我们可能就会是敌人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于是鱼，亮是亮，你我各为其主。我真的无法想象，与你刀枪相对的那一刻。希望不要发生。